拥有时尚一郎，展出丽水风华，张克奇工笔花鸟各展。牡丹象征富贵高雅，花大气香色欲。张克奇老师每年固定前往山林溪实地观察写生，以掌握牡丹花的生长结构，容貌妩媚，姿态曼妙，欣赏着花朵，让心也潜移默化地跟随着它的优雅气质努力绽放。随着春夏秋冬的花开花落，姿态万千，赏心悦目。其中倾国神韵中的黑牡丹，是张克奇老师曾见过黑荡发红的黑牡丹，便加以美化，细致描绘渐层色泽，有如蒙上黑色面纱，更显一国的神秘高贵。